我咋觉得我有点热呢？你看默默，我是不是也发烧了？哎，我不要和笑嘻嘻一起死了吧？死你去死！我舍不得林静香。静静，你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啊。 这都多久了还不回来？不是说马上就回来了吗？这都一节课了。不知道他会不会害怕呀？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江晨怎么没跟上来？你看。 陈小希，陈小希，静静，哎，陈小希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害怕啊？你没事吧？你害怕吗？穆总，你慢，你别那么大，你别那么大动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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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小希。 其实我来了也帮不到你什么。哎，这怎么还一个呀？啊，你俩搁这叽叽咕咕的，给说啥呢？啊！站住！我去上个厕所。 喂，妈，是我，你干嘛这会儿打电话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别哭！妈，你快来救我！这怎么了？你这是在哪儿啊，小希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就是打了几个喷嚏而已，被困在医务室了。是哪儿啊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在学校医务室。活该呀你呀！早就让你穿秋裤，你不穿，这回好了吧？ 我告诉你啊，吃了药赶紧给我回家穿秋裤。哎呦呦，我这猪蹄儿都给弄糊了。你哭了？ 你别怕，我就站这陪你。你别在串门就行了。嗯，你自己一个人不害怕吗？还好，有点怕。要不我讲点我不开心的事给你开心开心。<笑>你啥时候不开心？不记得了。 站久了，腿好像有点酸啊。那你去床上坐着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也坐，我也坐。嗯，好吧。嗯。小希，你能看见我吗？我一直在啊。能。 Thank you.
Chancy， 别怕，禽流感目前没有出现过人传人的案例。我来告诉你它的传播途径：一，通过粪便传播；二，通过病死禽污染的水源传播。